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把你万金欠我。哎，你没办法，我去，这八成也是要账的。如果我们也这样，钱早就要回来了。再来。 你还不如信春哥！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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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老板，董事长出事了，生死不明。确定吗？给我仔细查清楚。老板，董事长出事了，生死不明。确定吗？给我仔细查清楚。哎，我们真去啊？当然了，要不昨晚上白把这老哥白哭了。是啊，咱们今天去就是为了要把李万基欠咱们的钱给追回来，就今天。哎呀，走吧。您还是跟我们一块走吧，很多事情终究要解决的。喂，哥哥哥哥哥哥哥，切记去上海的地址啊，还记得阿女吗？你是干爹？不，我是干妈。来来来，哎，老亮，好好的照顾小姐啊。大小姐，我真没用，让你在这受苦。咋样了？李万基他不在家，就一个女的在。哎，他管着他呢，我们走走。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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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商量商量吧。是，哎呀，还商量啥子吧？哎，我们白把子咋说的呢？没得钱，只出了啥子钱交房租，没得钱，你拿啥子钱给女儿看病，没得钱，我拿啥子钱给我同村的兄弟我发工资？走走走走走！哎呀，人家再怎么说也是个大老板，曾经日理万机的。那个事情我倒没什么兴趣，我只想找到他。走走走走走！哎呀，你再等等，那么忙着，看看情况。李总，这个事你找到我绝对是找对人了，就好像萝卜找对了坑，钥匙找对了眼。自从我接到你这个电话以后，我是一刻没敢耽误，马不停蹄，操碎的心，磨破了嘴，身板差点没累毁。不过你放心啊，这个事我办的绝对包你满意，也不是我给你吹，一般别人办不了的事最后肯定落到我这儿。你说这事你要早打招呼的话，嫂子不早就抱上孩子了吗？对不对？天上的月亮我给你摘不下来，但是我只要答应的事肯定会一心一意为人民币服务。李总，你这个人呢，一看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办起事来肯定是处处大方，不在乎钱。您要是高兴的话，也可以多给我一点，对不对？这个您朋友要是有什么需求的话，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啊。打住打住啊！孩子呢？孩子就在前面的房间里，不管是男孩女孩双胞胎啊，你随便挑。挑？怎么挑了？你不是说一对夫妇？哎哎，干嘛呢？你不是有一对夫妻生孩子让我来领养吗？你这不是要的急吗？要的急也不能干违法的事啊！我告诉你，违法的事我可不干。喂，哎，违法的事我不干。什么叫违法的事？我有底气了吗？这不但不是违法的事，而且这是积德。别人没钱抚养你，把他抚养大，这不两全其美吗？对不对？再说了，嫂子的想法你不是不知道。你别，喂喂，老公，孩子怎么说来啊？媳妇儿，孩子只是咱们能不能再相信？李万基，我今天给你的孩子就死定了！救命啊！救命！老婆别打了，老婆。哎，
哎，媳妇儿，你别着急，照办，啊，等我啊。哪个房间？在前面。你这么乱呢？医院乱的地方，越安全。这个先小人后君子，先拿点定金。我还没见着孩子呢，拿什么定金啊？这是行规，咱俩不认识的话得全款，你交一半。快点。这么说，西西在出事前就已经离开了是吧？是的，而且董事长的贴身保镖阿亮也不见了。给我讲，不惜一切代价。他们已经到了上海，西西绝对不能有半点差池。来了，快！哎，快！乱军，哎，去！老婆，孩子呢？你看我这狼狈样，我跟你说，李万金，哎，你老婆别打，鬼不再说，老婆，你给我下来，老婆，犯法的事咱不能干。哎，前面混的人都是这样吗？是不是？老婆，婆婆，你这会闹出了多面子！哎，媳妇儿，哎，媳妇儿，你想个面子容易？我一买五只藏獒，你千里多来劲！哎呀，你老婆心！啊，不，我是京巴的人。哎，不行啊！别打了，老婆，别打了！还要亏呢，这么辛苦，你傻了吗？探头嘛！不是，赶紧给老上！啊，这媳妇儿，那个爷爷不是从孙子熬过来的。你！为什么你打他？我要干他！你别太过分，我今天有块挑墙的。太好看了！把这家伙放开！他老婆手里有武器。打你！下车！哎，你们俩疯了吧？就算李万金死了，你们也不能偷他的车呀！谁偷车了？我们是逃命。李万金都已经死了，脑浆洒一地了。咱们三个还无缘无故出现在他家，他老婆肯定说李万金是咱们杀的。哎，不要乱说哈！我们只是去
要回属于我们的工资啊。那更惨，你连杀人动机都有了，你还把他车给开过来了，你罪上加罪你。那我开的时候你咋不过来了呢？你不推我上去，我能上去吗？停！既然都已经这样了，把车还回去也是一场官司。要不，咱们把车藏起来，回工地。哎，不行不行不行，工地人多眼杂。再说了，这么好的车，太显眼。那咋办？子舒，要不把车停你那儿，你那儿安全。咱们明天再去找他商量对策。啊。你谁啊？我不是你要干嘛？我可告诉你啊，我可不是什么好人啊！一横，我不想伤害你，坐下。我让你坐下，这样舒服。这位大侠，怎么称呼？闭嘴。毕大侠，有何吩咐？有吃的吗？早说呀，整几个菜啊。詹子雄的别墅下果然又密不成仓，也就是说，不可以排除他在爆炸前逃出去的可能。但是时间那么短，爆炸威力又那么强，我想可能性不大。我不要可能，我要确定他是死是活。知道了。是的。像你这么面善的人，一看就是好人，怎么可能杀人呢？顶多放放火罢了，对不对？你要相信法，现在法律那么健全，我们找一个最好的律师，你这个案子一定能赢。这事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可是无辜的呀，对不对？您不能一错再错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啊，浪子回头十年不晚，放下屠刀十八年以后还是一个。闭嘴，毕大侠，你说，我要离开上海几天，请你帮我照看好孩子。我一大老爷们儿，不许走漏半点风声。我一大老爷们儿，把身份证给我。我一大老爷们儿，大侠，我给。记住，孩子如果有半点闪失，人头落地的不只是你一个。我会随时回来的。哎，李总，对不起，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职，我这就报警去。不，不用，一辆车也不是什么大事，我自己处理。Thank you.
场外表现不强，不要让我为你抗争，也给自己找点机会。为那么点钱，做这种傻事不值得。谁都有苦，我不苦。想想隔壁王老总，你们都还年轻，不能破罐子破摔，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工作不行都去城内，人家不都过得好好的吗？哎，完了完了！你看见没有？那帮警察肯定是冲你来啊！这回完蛋了，大侠肯定被逮着了。那大侠也太坏了吧！啊，我给他做那么多好吃的，他居然给我供出来了！啊，西西，你是知道的，这里没叔叔事儿，对不对？赶快表现不强，争取宽大处理。我哪有武器？我就一破双截棍。再不出来！我们就要成功了，西西，西西，对不起了啊，叔叔只能把你交给警察了，争取宽大处理。一会儿你可得替叔叔说话，好不好？叔叔求你了啊！五、四、三，哎，别！哎，我头像，我打蛮货。大家准备下一场吧。哎呀，辛苦辛苦，总算过了。哎，哎我，OK， 哎，还行吧，大爷。哎呀，你处理的那都马马虎虎了。努力努力努力，您看下边。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干嘛呢？大早上起来的，舞刀弄枪的，有没有点公德心啊？啊，求死了！赶紧处理了。大哥，行，别来这套，别来这套。不好意思。我问你，谁让你们在这儿拍的？哎，您看这楼的业主啊，替蓝小姐签了字了。不是，那他怎么不告诉我一声？这你们不太忙了吗？拍是可以拍的，但你们小点声。我昨天夜班困。大家小点声。啊，嗨嗨嗨！哥哥，王牌监护人，冒牌的还差不多。哎呀，行了。哎，你还能拍不能拍了？我合同上可是有时间的，我下午还约了人，晚上还陪我干爹出去。我干爹时间本来就短，我容易吗？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拍不完，别怪我不给你老板面子。我们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导演，那您后边。哎呦，你干什么吃的呀？你不知道今天的戏重吗？你知道这老师多难请吗？你知道他一天要花咱们多少钱吗？孩子呢？昨天都说好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来？我正要跟您说这事，孩子生病了，临时来不了。来不了？超期了，你赔得了吗？你我告诉你啊，要不是看到你是咱们那制片人的外甥的二大爷的妹妹的邻居家的小舅子，我早开了你了。我哥哥该吃饭饭。哎，等等。哥哥吃。宝宝，我们去拍戏了啊！导演，老板，您能够到个九曜车行来，这是您明智的选择。我跟您说，我们九曜车行能够几十年在上海屹立不倒，靠的就是五个大字：货真价实。不错，既然没来，没想到你们服务质量提高了不少。老板，魔都就是魔都啊，这当然不一样啊。Made in Cedar， yeah。请。谢谢，再见。再见。妈妈的大戏，气死我！看来人在屋檐下呀，我只能睡大觉了。哎呀。你说我容易吗？我又得追着
又得帮人看孩子，还得配合他们拍电影，哼，气死我！小导演长那样，真难看。就他能拍出什么好电影来啊？我还真不信，拍出来也赔死的，没人看。你说我说的对不对，西西？西西。西西，好了没有啊？快点，快点，好了没有？好了，导演。摄影部门好了没有 ？OK。照明部门好了没有？好了。全体准备失败。哎，准备了，准备了。预备，咔！又谁卡我？你瞧瞧怎么回事？导演，你别生气，别生气，导演，这什么情况啊？还拍不拍戏了？不拍我走了。啊！拍拍拍拍拍拍！大哥，大哥，怎么？有点事儿跟您商量。商量什么事儿？哎，谁让你们拿我们家孩子来拍戏的？哦，您孩子呀？怪不得我说这么有灵气呢，什么样的爸爸养什么样的孩子。那个商量的事儿，让他跟我们串点戏。演什么戏啊？别，我们家孩子不想当演员，你们演艺圈太乱。呀呀，这都谁说的呢？给帮帮忙，就上出去晃啊！什么玩意儿？你看，你一看就是大腕子戏。哎，大叔，大叔，你哎呀，大爷，哎，大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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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您说，有必要吗？哎，有必要。来，哎，来，来，老师，不演戏，这不都来就给帮帮忙？今天就这一个镜头，为了你给帮忙了。哎哎，我跟你说，这你这严肃了，不有意思吗？你看我爸，我说你呢，我说你呢，喂，你化什么妆啊你？喂，大神，你别撞了，给我下来！你开好车了不起，你当我没看过好车啊？啊，出来！这我先开的停车位，你凭什么停啊？怎么样，够了不起啊？对不起，我还有事情。凶大了不起啊？是了不起，你给我小心点！我叫我老公刮你车。你一百，我一百，再一百。哎，不对不对，这钱是你挣的，来，你多来一百。嗯，不过你现在还不会花，我先帮你存着，好吧？不过你放心啊，我绝对不会乱花你一分钱的。等见到你爸妈以后，我全都交给他们，好不好？我呢，现在就是你的经纪人。来来来，西西，拿来拿来拿来啊！哎呀，来了，谁呀？你瞧的，哎呀，偷了偷了，走下去。小点声，别一惊一乍。四叔，这孩子，你这个速度也太快了呀！哎呀，说来话长，找我干什么？你还机场还车。你，他不是死了吗？哎呀，他活得比我们还好，赶快打电话给我，叫我们还车，否则我们都要蹲大牢。蹲车？哎，车呢？完了，被大侠开跑了。大侠？英子小姐你好，我是你的美容专属文 Marco M A R K。英子小姐，我感觉你气色不太好哦。哦，我刚在你们楼下遇到一个又凶又丑的老女人，抢我车位，她还骂我，我气得我当众给她两巴掌。Really good， 应小姐，敢爱敢恨，我最欣赏你这样的人了。应小姐，你放心，如果经过我们这里美容师细心调整的话，你搜的不快都会扔到黄浦江去。来，这边请。应小姐，如果你办理我们的 VIP 会员卡的话，还可以改变三观哦。嘿，我考虑考虑，反正我老公有的是钱。Good， 来这边请。你看我们这里的环境简直就是 perfect， 你再看我们这里工作人员的素质也是 perfect 的，我们公司所有的产品也是 perfect 的。如果你办理我们这里的会员的话，你让他走，我现在立马办卡。哎 really good，
原来你认识我们的老板啊，办卡的话可以打折。这破店你开的？我开的怎么了？早跟我说我不来了，晦气。请你注意你的言辞，嘴长在我身上，我爱怎么说怎么说。请你不要影响到我尊贵的客人。Michael， 送客。我跟你说，我老公有钱有势又姓李，回头让他整死你。哈，你还有老公？一个水桶粗，两个水桶高，除了脖子全是腰。你再说一次。我变天鹅的时候，你还是个蛋呢。哎呀，英子小姐，你消消气，不要跟他一般见识。我跟你没完。对，跟他没完。我们要把这个脸挣回来。我是 Michael， 如果你现在办卡的话，可以打九折哦。打完九折以后，每天来这里整死他。子初，我相信你就是了。可是，如果真的像手机新闻里面说的，那孩子是肉票啊！啊？那我们不成了帮凶了？啊，不行不行，赶紧报警！我妈妈说了，有困难找警察。那你妈妈没告诉过你，泄露风声是会惹来杀身之祸的吗？那倒没有。两位大哥，我求你们了。真的，你们一定得帮帮我，咱们可是拜过把子的好兄弟。哎，我们拜把子为了讨债。这你这人太不讲义气了，指出的事就是咱们的事，兄弟乱我兄弟贼，必杀之。这也是你妈教你的？店里学的。喂，老婆。好，我马上来。我要去趟医院，那我开车送你去。我也去。哎呀，你就别去了，你在家等着那个大侠吧。大哥的事情。大哥的事，我不想知道。你就别说气话了，大哥一直以来都觉得很对不起你，很希望你可以早点回澳门。我当年离开，就没打算再回去。其实。更想让你回来的是我，飞，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不说这些了。你这次来上海做什么？大哥出事之后，阿亮带着西西失踪了。我查到他们来了上海。啊，西西就是大哥的独生女儿，嫂子生她的时候难产死了，现在是大哥的掌上明珠。你走了三年，她也快两岁了。这个就是西西了。我不想再见到姓展的人。人的心里啊，到底能装多大的仇啊？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形象啊、气质俱佳，我才追你。哎，别别别！哎，又来了又来了！你看看看电视，看电视多好！你看，我觉得好多演员戏没演几部，牛气的不得了，在片场耍大牌这种事情，我是很看不惯的。这孩子好可爱啊！嗯，好可爱。而且对工作人员大呼小叫的，每到这种事情，我都会跟他们讲。我给你倒杯水去。老公，你不是说个抱一个孩子回来？等两天。李忘机，为什么别人有这孩子我不能有？我告诉你，你就把他抱回来两天，我再也不折磨你。你看个电视你就。因为孩子跟某某大妈长得特别像，跟他什么关系啊？这什么什么大妈，就让不让没关系。你孩子还是进入娱乐圈吗？啊，这进什么娱乐圈？刚才你说话算数。你的孩子，我的孩
是什么呀，我的孩子？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拨打的号码是无号，不过你可以再拨，你得指定该号。喂，兄弟，江湖救急，江湖救急啊！我跟你说，现在西西上电视了，大侠肯定看见了。大侠一看见，那我就没命了。你可必须得帮帮我啊！拜拜。喂。喂。哎呀，来你签个字啊。哎哎，镜头大点。嗯，二，嗯，来，嗨。谢谢啊，来来来，看看看看，过一下了啊。哎，那是你坐的椅子吗？那我们大腕的。忙，要演戏明天再来，不是干忙呢。兄弟，是这样，那个我呢有一个那个奶粉的广告，我想请今天那小朋友代言。这么回事，那你算找对人了。我跟你说，我就是那小朋友的经纪人，现在我们那小朋友啊可忙着呢，有一个广告，两个电视剧，还有好莱坞的电影在谈。我跟你说，他这个价钱，哎，客气点。对对对，两个，咱们那边说啊，那这不这边一样，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呦哎呦哎呦，宝贝儿，对不起了啊，叔叔只能难为你一下了，因为不能让别人看见你，知道吗？来，这个这个，哎，来，西西闭眼，叔叔给你做个游戏啊，好玩吧？好玩，好，好玩就好，走来，嗯，乖。哎呀，好了好了，够了够了。哎呀哎呀，扶他起来。好，起来。哎，别打了别打了，别别别别。看你还横，说不说？大哥，你啥都没问我，你说啥呀？啊，对了，忘问了，这个小女孩就在哪儿？哎呀，那拐弯15号楼就是。哎呀。好，谢谢。靠，人多就牛逼啊！哎，人多牛逼，牛逼牛逼！这位娟儿太乱了，又是娟儿没好人。给我走！没有发现值钱的东西，什么？没有找到线索。废物！老三，我找到了。孩子确实来过。给我走。是。明天上午雕塑公园放鸽子的地方见，把你女儿一起带来啊！见不到你女儿，我可不给钱。李万金，你们两个在门口死守，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汇报。是。其他人，跟我走。你怎么把门关了？老板说在门口守着。你们给我听好了，待会听我指挥，见机行事。不是我说的是这儿吗？老板，对面有一伙人鬼鬼祟祟的，一直往这边看。对面有一波人一直盯着他们。两人接头，两人跟随，其他两名包抄会为对方，不能让他们跑掉。是。不认识，不会是他们从道上找来的人吧？上啊！喂，你们老板呢？我叫谢老板。别跟我废话，快把孩子给我交出来。哎，先把他们攻击起来，再想办法。
不行，上，我跟我上。哎我去，走我呀，哎你干嘛，大白天抢孩子呢，宝贝儿趁坏人多，哎别碰，快放走，这我你抢过来了，尽管是干嘛的？这里小商小贩的。小贩，那我们干嘛要跑？我看你跑，我们就跟着你跑了。闪！哎，干什么呢？有什么企图？你是不是要找这家？你和他什么关系？快说！神经病！嘿，哎，警惕点，这可是我们第一次独立执行任务。放心吧，哥，我热血沸腾。收到了，努力。耶！姓李的，你今天不打出我错了，你就别给我起来。媳妇儿，今天纯属意外，他们找了人，我差点没回来。我不管，你今天没有把孩子带回来就完了。怎么，大不好啊？什么样都好。我要见我的孩子，我让你不好。不要啊！Shit！ 关机了。我打。喂，李总。喂，你们太不要脸了！你们竟然跟找外援。说什么？我不明白。我告诉你，给我记住了，明天中午，长边茶楼，你让子初把他女儿给我带上，要不然我是不会还你们钱的。哎，志亮，李总打电话来说明天还钱。他还钱，中国足球就出现了。哎，不是，志亮，他说啊，只要把西西带去就还钱。西西，这搞啥子名堂啊？你们俩说什么呢？哦，那个李总打电话来说明天还钱。啊，还带西西一起去？不是，带西西干什么？带西西不是那个，就是治疗的意思，是说李总明天还钱，我们一起去拿钱。那西西一个人留在这不安全，我们带他一块儿去。啊，对的。好，对，不愧是磕过头的兄弟，讲究。西西，我们去飞啦！走喽！嘟。我为什么不知道展子雄还有个孩子？您之前只说目标是展子雄。给我找到那个孩子，还有阿亮。李总，老板，李万基进了茶楼，好像与什么人接头。好的，全部不理，随时向我汇报。老板，孩子出现了，开快点，再快点。哎呀，哎，追尾了，哎呀，你会不会开车啊？差点追尾。小戴，闯黄灯是六分儿，你火星来的，早他妈辟谣了。我们走。我，哎，你闯红灯了，哎，笨蛋！李老板，您的客人到啊，先生这边请。李总。想见到您可真不容易，
不想见到你们也不容易啊。不说了，以前都是误会，不说了。啊，坐坐坐。哎呀，这孩子真可爱。李总，李总，嗯，您交代的我们都办到了。您看，说到做到。脑，说说吧。等等，我帮你抱抱孩子。哎，别别别，我自己抱的。想回去打一啊，快走。谢谢。我们之间的事情到今天为止就算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以后如果有机会，我看咱们也别合作了。再见。 No no no， 我一猜你就没有诚意。诚意是有的 No， 但是说好的，孩子让我抱回去住两天，好吧？你跟谁说好了？我就知道今天是来拿钱的。那我那车呢？车是车，账是账，我们之间的事情跟孩子没关系。我，林仁，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兄弟，你看你一个大男人，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还带个孩子，多不方便。对呀，合着你们早就打算好了。还有你，哎呦，我这这个干这个也是为了兄弟你着想嘛。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要让我把西西带回来。哎，好，钱我不要了，车我一定还给你。哎，别，叔，哎，错呀，叔，你只要把孩子给我留住，车钱全归你们。你们怎么想不通啊？想要孩子的时候随时可以领走，我的为人你们应该是知道的。我们可是拜过把子的呀。拜把子？别逗了，我现在才知道兄弟就是用来出卖的。不是，哎呀，子初，李万基只是想要孩子去他家住几天，再说我们追了半年的血汗钱、救命钱就这么不要了？钱对于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那是我女儿的命啊，西西也是我的命。子初，大哥已经没有时间了。如果西西有什么意外，我把我的命抵给大侠。你起来，我答应你。姓李的，孩子我可以给你留下，但是咱们话说死了，我随要随到。OK 了 ，OK， 好，来。哎，真乖孩子。死胖子，让开点，那么胖还长着门。李万基带孩子出来了，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西西救回来。快！哎，老板你好，老板，你看记得我吗？哎，这儿，老板，老板，我听说你出车祸，老板，你还认识我吗？哎哎 ，Maybe the city。孩子的车，想想我们的售后服务。Shit！
这就是詹子雄的女儿。喂，喂，兰姐，您什么时候方便，我把房钱交给您。我正好要找你，你来我办公室吧。哦，好。姐，真不好意思，拖了这么久才给你把钱送来。没事，其实呢，姐这次找你来，还有一点别的事儿。啊，那个，您说。我听说你好像还有个女儿。是。一个大男孩还要带孩子，挺不容易的。其实，她是我表姐。啊不，是我二姑。你别紧张，姐呢，其实不喜欢骗人的孩子。我没骗你，真的，我没骗你，她真是我女儿。啊不不，那个是我表姐。哎不，我这是我。姐姐喜欢有爱心的男孩。你走吧。啊？完了！哎呦我去！这还没开始呢，就已经结束了。和你们几个合作，哎，真他妈痛快！哎，对，痛快，痛快，痛快。嗯，我跟你说，只要咱们三个一起合作，绝对赚大钱。完全合我的意。你看那个丽人呢，她脑壳聪明。嗯，你手机不是掉了的吗？我再买一新的不行？电话响了。啊？阿亮，不是阿亮是。喂，大侠！孩子，毕大侠，那个我，喂，喂，喂喂，哎，朱棣，你这是啥情况？人呢？啊，跑了。他下次早就准备了。是你说的。把孩子搁李万基他们家没问题，现在呢，孩子不见了。行行行，你先别着急嘛。我能不急吗我？啊，他这是诚心躲着我，我上哪儿找他去？你们俩现在倒好，都上岸了，把我一个人撂在黄浦江里不管了。跑噻，跑出大海就完了呢。你的意思就是不管我了是吗？不，还有你，是不是你跟我说的，把你的命都递给我？是李万基把孩子藏起来，你跟我发什么火？发火，发火是对你客气的。别打，别打！哎呀，别打！哎呦，哎呦！哎呀，兄弟！哎呦！哎呦！哎呦！别打了，别打了！生活呀，就是上上下下的快乐。金金，男人一点，生活呀，就是这样上上下下的快乐。啊！你们俩现在谁在上了？等会儿我去看看。谁家呀？这么会挑食，我讨厌。怎么了？怎么了？李老板家门口有人打架。李老板家门口有人打架。等我一会儿。你放，放了。我数三下，我们一起放。一，三。兄弟，什么狗屁兄弟！别打了，我
好实施，不然我把我的命抵给大家。妈的，妈的，妈！干什么的？我们找朋友，这家人不在，赶紧走。啊，走，快点！是不是？胖子，快！这三个人，我好像在哪里见过。我操！偷李总车的人！慢点，赶紧！别开车！停车！抓偷车贼啊！抓偷车贼！哎，姐姐！哎呀，姐姐啊，姐姐！哎呀！咋样？搞定不得人？咦，那不是你的房东南非的吗？对，咱们就从南非下手。你是干什么的？蓝小姐，我们是记者。你找我干什么？最近有人爆料说，您的有位姓王的姓龚大师是朋友，请问这是真的吗？据爆料人士称，你的美容中心从事违法行为是吗？蓝小姐，请问您真的和男客户发生过不正当关系吗？诽谤，都是诽谤。蓝小姐，哎，对了，那帮记者找你干什么呀？那就是这个小贱人诽谤我。哎呦，真是还哈，你看简直就是无节操无下限，太坏了。别让我们哥俩碰见他，碰见他绝对帮你收拾他。嗯，我能找到他，我有他电话。你们怎么知道刚才那些人是记者啊？哦，这不一看就知道吗？狗仔队呀！啊嘻嘻！带下来了，带下来了，带下来了。喂，你这个没胸没脸没屁股的小胖子，竟敢在背后诬陷我！大婶，我就诬陷你怎么着？有胆量就出来见面说，约架是吧？好啊，你等着。哥，老板是不是把我忘了？不会不会，你再坚持坚持啊。本来想跟着你干番事业，光宗耀祖啥的，现在倒好，我俩成了看大门的，这个大妈大爷都认识我们了。哎呀，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听妈的话。妈说啥了？我不是没听吗？哎，哎，哎，哎呦，你干什么呀你？哎，我不说我们去报仇的吗？报什么仇啊？咱们是找孩子要孩子，你这弄得跟土匪似的，你让人看见像怎么回事？快站了站了站！哎，快快快快，来了来了来了，快快快！摘了，大哥，摘了。你们俩就那大神讨来的救兵吗？哎，你干嘛去？李万金呢？你认识我老公？哎，这面具是我的。我知道了，你们俩就偷车贼嘛。我。来人呐！有贼呀！闭嘴！你们想干嘛？我告诉你，我老公非常有钱，你们要多少钱都可以哈！快放了我！这样要账很省事。你想干嘛？我告诉你啊，
劫财可以，劫色可不行。啊，劫色可以，劫色可以，可是你不该还我容。来吧，糊弄我。行了，你别跟着扯淡了。哎，你赶紧告诉我西西到底在哪儿啊？站住！你明绑西西，你才不是人呢！你才不是人呢，西西是我的，求求你告诉我他到底在哪儿啊！我不会告诉你他在哪儿了，西西是我的，你们两个大坏蛋，大坏蛋！哎，不给他支点骨头还是不行啊！闭嘴！哎呀，疼死了！再疼，再疼把你！哇！喂，李然，我刚到楼下，你们快带那个女的走，李万基派人来找你们了，咱们找地方见啊。干什么呢？我哪知道啊！走，交出孩子就放了你们。孩子，我们也在找孩子。少废话，给我证！哎，别过来！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要是过来，咱们就同归。同归。上。趴。趴下。是灭火器，就你聪明，给我追，给我追！哎，干嘛呢？我等人。等人？你注意点啊！对不起啊，我等人。这儿。快！
去。各位大侠，你有话好好说，打什么打脸啊？我就，你干的？应该是。你好，你好，你好，请问你是英子是吧？我们是你老公的朋友，上车吧。快快快快快！李万金，李万金，你混蛋！这位大姐，你找谁啊？我是你老婆。七点钟我差点没认出来，是我老婆，手法太熟悉了。我刚被人绑架，差点被枪爆。真的？那他们没受伤？好在你朋友把我救回来。我朋友？他们不是我朋友。老公。人呢？在里边。老公，要死我们一起死。不能吃。你们别咬了，求求你们。老板，西西乖呀哈。中心，东西没找到。老公，看。老公，我来帮你。不要管我！不行，老公，不行啊！我不能让你。快出去找到组长，他肯定知道他们要什么。快点，你们都得死！快走！老公，别管我，求你了！老公，快走！你们快走！快！你把你的混蛋！等我回来救你。女的跑了，不用追了。啊！来，站起来。干什么？是你们打的？我咬的。咬的。拿来。拿什么？拿什么？把狙击拿来。拿什么？大哥，大哥，大哥，在柜子里。这真的，这真的。试试看，大哥。你现在知道求人了，你也好意思。你当初说随叫随到，人一两天就送回来，可现在呢？大侠回来要西西，子初如果交不出来，他全家都要遭殃啊！我知道错，是我任性，是我太任性，对不起。你任性，你任性的后果就是让我们三个陪你去死。这样的人不值得我们救，走！求求你们，你们救救孩子吧，那孩子是无辜的。我老公，我只说一次，我要挂在孩子身上的罪责，今晚10点，
在集装箱十号仓库，不然你老公连骨头都找不到。你让我跟我老公说话。说，快救孩子！摸吧！老公，老公，老公，你知不知道什么坠子？他们有坠子。我求求你救救孩子，救救老公吧！求求你，我真求求，我求求你。我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我不知道是什么罪，我求你救救我孩子，救救老公，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们了，你救救我老公。我也不知道什么罪，我现在只知道，我一定要把西西救回来。我求求你们，救救我老公，救救孩子。西西的项链。耶。脏在你这儿嘞，你赶紧拿着去救人吧，一定要把西西救回来。我们走。你们都疯了，现在去就送死。哎，你人，我们可是拜个把子的兄弟，兄弟也不能绑在一块去送死啊。当初我答应帮你们找孩子，现在我的任务完成了，我真的就是一个普通人。我的女儿还在医院里没有醒过来，我真的不想为了一个跟我无关的孩子把命给送了。你居然敢说西西与你无关？你自己的孩子是孩子，但西西不是我们几个的孩子吗？对不起，我要回去了。他们一会儿肯定会来。报警，报我老公！你要的东西在这儿，放人！你们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哎！年轻人，胆子不小。你们时间不多，把坠子交过来。住手！西西，老板，如果你早一点把公司的钱给我，怎么会有今天？现在坠子跟西西都在我手里，只要我打开这个电脑，公司的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熊哥，如果当初你听我的，我又怎么舍得对你跟西西下手呢？来，西西，把手借给叔叔用用。来，哎，你，兰姐，哎，你把孩子给我抢回来！是。给你电话！
快啊！子冲，把孩子带走。来，兰姐，带走。来这边，快！哎呀！哎，我跑那边，你跑那边，快快快！站住！跑！哎呦！跑！快快快，往那边跑！快快快！救命啊！哎呀！跑啊！为什么？你想我死？你不都想我死？想我死？哎呀！哎，你咋来了？如果不是我，孩子也不会落到他们手里。你快出来！站住！哎呀！打个喘喘！把孩子给我，快去救你老公！我跟你拼了！哎，啊！老公，老公，你没事吧？对不起，老公。削他！去死！哎呀！啊！啊！哼哼，跟我斗！打！老婆，老公，我真的很怀念我们小时候。大哥。孩子，女儿在家吧？有个镜头补个戏。这咋办？哎，那个，两位大哥，那个这家有人吗？啊！有人进屋了，快给老板打电话。啊！别，任务完成了。别打我！别吃了。别打我！别打我！我们喝一杯。好，来，好。干杯！干杯！干！
老婆，早晓得是那样，你说那是何苦呢？哎，李先生，你好。那个十字架为什么会在你那儿？说来惭愧，那个我在逗西西玩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十字架，感觉它做工特别精细，独一无二，我就把它收了。有品位，这坠子我是请了比利时的珠宝专家，还有瑞士的顶级锁匠联合打造，感谢我的恩人。感谢你们救了我，也救了我的公司。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馈你们，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加入我的公司，然后去澳门一起发展，你们觉得怎么样？哎，来来来，去。展先生，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您说的这件事情咱们待会儿再聊。来，谢谢。拜拜。哦，去玩啊。哎，各位，我开这条件够奢侈了吧？有什么比这个还要重要的？呀，西西别讲了，陪叔叔玩哈。陪我。老公，我怀孕了。